由于电灯及电扇老旧，导致民众前往沿河社区活动中心内进行课程活动相当不便。经申请后，先愿参门而已协助将这些设备换新完成。特别感谢到咱建平理事长哈，陈康利，以及咱所有干部哈，啊对社区哈真侪活动拢真正用心啦哈。咱活动中心的二楼，按感觉上二楼就会较翕热，啊当时咱的电费规个电费拢已经真侪拢歹去啊，啊咱理事长就来甲问下讲啊咧，啊希望讲咱会当赶紧甲这整个电灯的修缮，啊甲到这。电风啊，比较上较袂较热吼。啊，问个嘛，真感谢咱理事长用心，啊，妈妈上来给施作完成。在蔡议员协助下，活动中心内的电灯及电扇能做换新，让活动更好进行。社区也感谢他的用心。有很多团体在这里活动，那因为我们的电风扇跟电灯已经老旧了，所以对于场地的使用上，它会有不便的地方。那非常感谢。蔡孟尔议员帮我们争取了这个经费，让我们把全部的照明设备还有电风扇全部的汰旧换新啊，让来这边活动的社区的居民有一个更好的活动空间。而对于有民众提到活动中心内的窗户需要做改善，避免雨水泼入室内的情况，先院蔡孟尔也表示会积极协助，保障民众在此活动的安全。乡亲有在讲，咱的正手边吼，这窗户这边的水拢会泼入来，啊，地虽然社区内底拢会积水，啊，真正危险啦吼。孟尔常在讲吼，社区的需要都是孟尔爱做的吼，啊，所以孟尔有跟承诺讲，会当啊赶紧来请人来看，要安怎做，要安怎实施，啊，让咱的社区的乡亲在这里。活动中心哦，当做一个上安全的一个活动啦哈。议长何正峰肯定蔡议员服务地方的用心，相信在活动中心内这些设备的改善后，民众在此活动必能更加方便舒适。记者卢玉凯竹山采访报道。